请写出赎身的赎。赎是一个买卖的行为哦。佑真，你跟苏成君两个可以去结拜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们俩都是写还俗的俗。哎，张雅琪的答案跳出来，依依，你看这个字怎么念比较好？赌博。我提示成这样，你给我拿去赌了。一日千金，邓丽明为中华文艺之美，就在每周六晚间九点，未来综合台。